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俊宏台长。好，台长跟大家讲啊，看图腾呢是让很多人当场相信的，并不是目的，目的是叫大家好好学佛念经。好，下面开始问吧。感恩观音菩萨，感恩卢台长。我今天来问的图腾是我本身的身体健康，还有我的有没有灵性。你能告诉我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吗？我是1972年属鼠的。啊，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心脏不好，对不对啊？偶尔紧张的时候会有。每天早上手发麻。经常手发麻。啊，对。腿抽筋。啊，对。对对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看到你心脏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当心。你这个人人挺好的，脾气太倔。你这个人有时候就是喜欢发脾气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当心。主要你们家族里边有人心脏不好。是。你的长辈。我的长辈。你有点遗传的。还有你的腰不好。还有你的关节不好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啊。So, 我需要多少念多少小王子小房子和放生？你等等啊，我帮你看你家里啊。啊，好。啊，你家里是一个 house， 就是一个花园洋房一样的，不是太大，但是蛮漂亮的。你们家里经常有声音，晚上。什么声音？房顶、卫生，还有那个厨房。家里有一个灵性。是一个老年人。你有没有一个年纪大的一个老太太，头发花白，个子矮矮的？我的婆婆。讲给你听，鼻子蛮大的。鼻子啊？你的婆婆鼻子大不大？我婆婆鼻子啊，已经去世很久了。对啊，你去看看照片。鼻子很大，稍微有点颧骨，头发花白，往后梳的。他经常回家。回家。你要好好的帮他念经的，否则你一回到家里，你经常回到家里会发无名火。有时候就是突然之间不开心，无缘无故的不开心。有没有啊？对对对对。但是那个婆婆是我本身的婆婆，不是我先生的婆婆，她会跟着我回我家的。对，我就告诉你，因为凡是只要在你家族周围的亲人，下一次投胎还是投在你家里亲人的中间。所以这就是因果，你一定要好好的修，否则的话我告诉你，她盯着你不放。明白了吗？他现在让你变得有点浮肿。因为他经常弄你的脚，所以你的大腿啊会肿啊。水肿。有时上楼梯脚会抬不起来，有点酸痛。对啊，你自己摸摸看你的腿肿不肿，你自己按下去弹不上来就是肿，听得懂了吗？这样子我需要练多少个小房子？你给他念67张小房子。67张。然后我要放生吗？需要放生吗？你要放生的，你要放300条鱼。300条鱼。然后我还需要做什么？你还有需要什么？你晚上最好家里走道上有一个灯，不要去关掉。那灯全部不。晚上要亮着。亮是客厅。还有你们家这个卫生间门老开着你要晚上把它关起来，白天也要关起来。
因为卫生间属阴的，因为卫生间是属于负能量磁场，所以有很多灵性就会躲在卫生间里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。所以那个厕所就要一直关着，一定要关掉。好不好？可以。啊。还有啊，我本身是做设计那个石碑的。哦。我想问你，会对我将来有什么影响？哎呦，你经常头痛哎。我告诉你啊，会对你很有影响的。嗯。你是设计墓碑是吧？对。哎呦，那不是太好。你以后最好改行，设计其他的，是不设计墓？已经做了十多年了。那早点退休了。退休了。这种事情不能做的，人家过去讲叫赚死人钱的。死人钱。啊，死人钱的话就等于冥府的钱。很麻烦的，没有办法，就是要靠这行饭吃。你慢慢时间长了就知道了，等到哪一天你躺下来了，你就知道不是没有办法，是你现在不想办。好了。OK， 谢谢卢台长。感恩。谢谢。大家看到了吗？很多人就是不想改变啊，我告诉你。感恩感恩那么大大是大悲，感恩大大大大大吹喇叭打他的弟弟打。感恩那么大是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的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全部的佛，感恩卢金红台长。我1964年是兔子。64年是吧？对。属兔子是吧？对。好，你说吧，想问什么？身体。好，我讲给你听啊，你这个人要小中风的，你的血管有阻塞。对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人人非常好，一辈子经常被人家欺负，而且你的腰很不好，受过伤。对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还有一个眼睛经常掉眼泪，这个眼睛视力急剧下退，你要当心，要注意眼睛的保养。对。我再帮你看下来啊，你别不好意思，我就讲给你听，你有一点前列腺炎，所以你小便不干净。对。你的感情运年轻的时候很复杂，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你不想甩掉那个，又想保持住两个，所以你有一段婚姻非常的痛苦。对。你现在要多念大悲咒，增加你的能量。你的腰、右肾不是太好，关节不是太好，你一定要念大悲咒，而且最好每天要喝点大杯水。我每天在那喝大杯水。每天喝。好，你吃素了没有啊？吃了很多年。还不错。你要当心，你这一段从喉咙这一段到这一段要特别当心，里边有很多黑气，所以你的嗓子经常的咳嗽，喉咙经常的发炎，然后你有时候觉得气喘不过来。对。你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你的，因为你人挺好，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好的去伤害别人，只是有时候有一些坏脾气啊，骂骂人啊什么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念礼佛很快就能消除的。请问要念多少礼佛？
你每天最好能够念四遍礼佛。好。然后你要念大悲咒二十一遍。我每天都念二十一遍。好，心经念四十九遍。对。好吗？我有念，每天四十九遍。你呢？其他没什么，就是要当心，以后不要耳朵根太软，什么事情都相信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你的一生有好几次生意上不是太顺利，被人家骗，就是因为你耳朵根太软，我说对不对啊？对。请台长开指点我。指点指点你。对。你一直念心经之后，你会开智慧，你会看人，什么样的好人坏人一看就清楚。坚持念心经超过十万遍，我告诉你，你心想事成。谢谢。请问我我的图腾什么颜色？属什么？兔子。兔子。对。白，稍微偏深一点点，下面是深的，兔子的上面是白的，所以如果你想幸运的话，经常上面穿淡一点的衣服，下面穿深色一点的衣服，不要去穿淡裤子，否则的话你就会不顺利。你记住了，台长告诉你，你在一年半之后会碰到一位贵人，这个人会跟你一起合作，你好好的抓住他，胖胖的，是一个男的。啊，你现在可能已经这个人出现了，你身边有没有个合作者比较胖一点的？啊，一定有。你盯住他吧，前面头发蛮少的。有。有吧？有。啊，已经碰到了。你跟他，他不会骗你的，明白了吗？一年半之后你们会合作一个大的项目，好好的去做，要念准提神咒保佑这个事情能够平平安安。你要自己要好好的念经修行，你不是个坏人，你如果不要去贪赚自己该赚的钱，我相信你至少以后在天界。好，谢谢。你还 还有什么？因为我是音效，可以问我的妈，亡人吗？我的妈妈。你的妈妈什么时候过世的？我忘记了。那么你可以告诉我她的名字。她的名字是 Ong So Lan。叫什么 ？Ong So Lan。怎么有点像柬埔寨人的名字？对不起，因为我是音效。你讲给我听，第一个字叫什么？ So long。 啊， So long。 你这样，我现在叫你念你就念啊。好，念吧。 On So long。 啊，你妈妈个子不矮，蛮高的，一米五六左右。对。瘦瘦的脸。对。头发往后梳的。对。眼睛不大。对。鼻子蛮大。对。这里有两块小的颧骨。对。啊，颧骨在这里，这里有两块小的肉。对。你给他死的时候给他做过超度。对。他现在还穿着那件丝绸的衣服。是，走的时候你给他穿了件丝绸的衣服。对。他现在告诉我说，你从小最傻，经常对人家好，人家不对你好。他对你的老婆有意见，你老婆今天在不在这里啊？不在。不在是吧？对。那我讲了。啊。你老婆对他不孝顺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呢？听老婆的。
现在你妈妈叫你给她念小房子、哦、你想知道她在哪里吗？想。阿修罗道。谢谢你妈妈。我再讲一点你就相信，更相信了。你妈妈的脾气很倔很大。对。鼓掌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了，你妈妈走的时候两个脚非常不好。对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的，谢谢。 好好念经啊。感恩师父。再见。观世音菩萨、卢台长、卢师傅，你好。卢师傅，卢台长，我不懂了，怎么讲了？你随便讲。我就随便讲喽。没关系的。哦，啊，我想要问我健康的问题。健康，我帮你看啊。啊。你告诉我几几年属什么的？41年。属蛇的。那首先我告诉你啊，我从上面帮你看下来啊。好。你的喉咙哎非常不好、哎、咳嗽、啊、痰多。痰多也没有咳嗽，对不对啊？啊啊。第二再帮你看下来，你的腰不好。哎，对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还有、嗯、肠胃经常胃酸啊啊啊啊啊！对啊，对。还有你的妇科不好。啊啊啊啊！对。什么鸟在叫啊？啊。嗯。还有。哎。告诉你。啊。你的两个腿。哦。现在关节很不好。对啊，对喽。哦，对呀，对啊。是这样喽。是这样喽。走路很难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缺钙。啊。你缺钙。哦。哎，我告诉你。啊、现在老妈妈我告诉你、啊、你的记性非常的不好。是啊、嗯、而且你掉头发掉得很厉害。没掉了。哎，你一梳就掉出来了。没有了。老妈妈，你两个耳朵、啊、有一个耳朵不是太好。嗯啊，听东西听不大清楚。有没什么感觉？感觉我讲给你听，你一定要当心了、嗯、你现在就要当心、哦、是左耳朵、哦、好吗、嗯、台长一般告诉人家、哦、说你这个地方出事了、哦、这个人很快就出事了、哦、我刚刚在广播里就是出来之前的一个礼拜、哦、我说你这个人肝不好，他说没问题、哦、结果查出来肝癌、哦、我现在告诉你，你的耳朵不好、哦、还有老妈妈你不要生气、哦、你现在心里有一股气出不来、哦、我刚刚看你图腾这股气很厉害、哦、你就是又放不下、哦、又不开心、哎、对不对呀、啊、你自己想一想嘞。 我不知道嘞。你不知道跟你孩子有关系的。哦哦哦哦，对对对对。他还考考我、哦、我经常被人家考的、哎、没有关系。你这么厉害，我考一下也好嘛。这个老妈妈厉害啊、哦、这个老妈妈厉害、哦、考考我。 哎好，老妈妈你再问我讲给你听、哎、好吗？好。那个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了，就是健康问题咯。你现在还有时候你讲我儿子什么哦？你记住了，你记住了啊！我今天先帮你看病哦。你儿子，因为他不属于你今天看病的范围。那讲一点不可以吗？讲一点点，告诉你，你的儿子讨债、啊，你对他再好，他就是花你钱、哦啊、然后呢不听你话、哎、尤其是在娶媳妇的问题上、哦、明白吗、啊、交女朋友的问题上、哎、都不听你话的、哦哎、你不停地跟他讲他也不听你话、啊、我可以告诉你、啊、对对对，他是来讨债的，听得懂吗？嗯得懂、嗯哦、他又考我了、啊、那要怎么样呢？那要怎么样啊？
你要念心经给、哦、给他，他就会明心见性开悟、哦、他就知道要孝顺妈妈、哦、然后你给他念准提神咒，准提神咒、啊、能够让这个儿子呢、啊、能够心想事成，很短的、哦、好吗、哦、好好，你让他多念你就会越来越顺心了、哦、老妈妈你最好家里再设一个佛台、哦、你现在我看你有一个神台在你们家里、哎嗯、鼓掌、哦、对、啊、没有佛台，没有佛台只有神台、啊、我告诉你家里有很多鬼来就是因为过世的亡人、哦、听得懂吗？懂，要设佛台、哦、然后呢自己的祖宗的台呢要设在边上、嗯、不能不设佛台，设祖宗的那种祖宗你都不知道他投胎不投胎、哦、或者已经到哪里去了你都不知道、哦、所以你供在那里祖宗不来那么鬼就到你的这个佛台上来这样、啊、到这个 我这个儿子、哦、他有供那个、四面佛的他的佛嘞，不是四面佛，知道是泰国佛，泰国的、哎、不行不行，里边不是菩萨，是啊啊、哦、我告诉你供的是仙，你现在呢、啊、自己赶快设一个佛台、哦哦、供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、哦、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，观世音菩萨好吗、啊、好，我看你家里还是蛮漂亮的、嗯啊、你家里这个一个吊灯啊、哦、吊灯上面有灵性，是啊，明白了吗、啊、我现在、哦、我跟你讲、哦、我是住我大儿子的家，是上面有一个吊灯，吊灯，但是我自己的家是没有，很小很小，你的家里很小啊，你的家里再小嘛也是两房一厅啊，对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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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鼓掌、啊、你厉害咯，你大儿子我告诉你、嗯、早点晚点啊，脾气太坏，有灵性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一定要劝他念经，劝他家里再供个佛台，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。好了。啊，还有啊。还要我还要我讲你身上的毛病是吧？哦、讲给你听好吧？啊、哦，好好好。你的脚啊，哦、你脚底啊专门凉啊，脚底很凉啊。哦、啊，对对对对对。是、哦。对早上起来右手发麻，左手更厉害哦，更厉害哦，听得懂了吗？懂，你现在听台长的话好好念心经，心经啊，你不要吃活的海鲜哦，初一十五吃素哦，我保证你这些毛病都慢慢都没有。有时候我想要吃活但是我会忘掉了，忘掉了、哦、忘记了，你的钱放在哪里你怎么不忘掉的？钱当然记得了，当然记得了，你密码还记得呢，我告诉你你不重视、所以你就记不得了，不是啦，奇怪了就忘记了啦，你记住台长一句话、你初一的时候把十五的时间先写在那个台历上面，然后到了十五的时候把下一次画个圈把它圈出来，你就会越来越好了，好吗？好好，你好好听台长的话，你的前世很有修，但是你今世就是烦恼，所以你一定要想通，你不要再想过去不开心的事情了、明白了吧？明白、哎哎、我想还有 一件事情、哦、想问卢台长一下、我爸爸、哦、是过世了，几时过世、哦、我不没关系，讲给我听名字、他的名字是邱开角，邱开，开是什么开 啊开门的开，角呢？师父那个字念尧，是尧舜禹的尧、谢谢邱开尧、我先讲几句好吧？好，你自己要承认的啊。哦，你的先生首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好人，嗯，
第二，他的手非常勤快，在家里什么都能修修补补装装东西的。对不对呀？第三，他怕你，他是怕老婆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你欺负他不少。没有啦，他没有坏，我哪里会欺负他？就是他不听话，买马票。我跟你讲啊，然后呢，他走了之后呢，一直在地府里边做自由人。我爸爸。你爸爸啊，做自由人。做自由人。然后呢，差一点点去投人。是啊。因为是要投个女人，是你们家里有一个亲戚要生一个小宝宝，是一个女儿，孙子也不知道是你的谁，有没有这个人？孙子。就是你的小辈当中有没有生孩子的？有。有，是不是生出来个女儿？我姐姐的女儿。看见吗？看见吗？本来要去投这个女儿的。明白了吗？没投成。投成。现在你帮她好好念经。看看能不能把它念到阿修罗道。好不好啊？我怕我没有这个能力嘞。你要是不给他念的话，我叫他晚上来找你好不好？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我都不会念，怎么叫他来找我也没用啦。那你叫他来帮我就有了。叫鬼来帮你啊，他是鬼啊现在。那不然怎么样？你现在要帮他念经。念经。好了好了，我学了。看见吗？台长就这么度人的，又度一个了。好好念经，好不好啊？好。你念经，你会越来越好。你先生到了天上以后，就慢慢会来帮助你了。好不好啊？好。你爸爸，对不起。好不好啊？好好好。好了，下去吧。谢谢卢台长，再见，谢谢。看见吗？度人要让人家心服口服，所以要他马上吃一食物就吃素了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卢金龙台长。我想问我的孩子是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90年属马的。出毛病了，对，脑子出毛病了，对，对，身上有一个灵性，听得懂吗？对，懂，就是我。他很害怕，对，他怕见人，对，肯关着门躲在家里不肯出来，对，不愿意跟别人讲话，是的，但是他人很好。他是文的那种，对对，因为身上这个灵性是个女的灵性，所以他还经常做一些女人的样子。是，听得懂吗？懂，是的啊。我想了解是有关我，好像我父亲在2003年过世之后，我这个孩子就发病，还是我搬进那个屋子也是在2003年同个时候搬进去的？我看看啊。是你房子里的灵性。不是你父亲。不是我父亲哈。是房子里的灵性进了他的身体了。这样是。你搬进去之后，你倒了一个大霉。是是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你根本没有念经，也不懂得修心，所以这个灵性接下来就搞他了，上他身了，所以他到了晚上，这个灵性就来。而且嘴巴里经常会自言自语，他对，鼓掌，听得懂了吗？懂，对，没问题的。你帮他念小房子830张。有啊，之前我太太有打电话给卢台长说，卢台长说要念800张小房子，看见吗？念完了吗？现在我太太已经念500多张了。
还要念八百张。好。好吗？好的。这个灵性是个女的，很厉害，经常弄她的皮肤，经常抓她的身上，所以她经常会做些动作，痒啦。对，时常看手，对。鼓掌。啊，台长很爱新加坡的。这就是你们这么多人来看台长，台长给你们接下善缘，有缘众生，我以后每年会来看你们一次。好，请问师父，好像我第二个孩子就是说他也是发病差不多八年了。几几年呢？1991年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九一年属什么？属羊的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发病比较厉害一点呐、啊。哦。他比较武啊。对。浑身动啊。是。鼓掌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一个男灵性在他，在你儿子身上。是。你买的是什么房子啊？我现在看你家的房子，好像不远的地方，好像有一个坟，也不知道什么地方，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医院。好像离你家比较近。对。鼓掌。对。对。对不对？对对。我告诉你，老让灵性往你家跑啊！哦。你家不倒霉才怪呢！我刚刚看你们的家里前面有一块比较开阔的地方。对，那电梯出来前面比较阔，对，没错。看见吗？我就像到他家去一样。我告诉你。老婆婆，你最好搬家。好。你不要怕损失点钱，你现在的房子有升值的可能。哦，没问题，就是找不到好的师傅，所以一来就之前就搬出去。往东面搬。往东面搬。哎，卢师傅在这里。卢师傅是剃头师傅。明白了吗？是的。啊。你现在往东面搬去找，东边找得到。东边就是丹伯尼一带吗？对呀、啊，靠偏东。偏东哈。啊、嗯，有一间空屋。哦。东面再往前。再往前。是一个小 house。就是丹伯尼还是白沙一带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丹东什么的。还是北多一带。要命了，叫我给他看风水的，我已经被他套进去，我自己不知道，已经帮他看风水了。这个老婆婆蛮厉害的。哦，这个老婆婆有钱喽。嗯，老婆婆的钱还藏在家里房子里呢，藏在自己睡房边上。嗯，哎。你往东边搬吧。好。好吧。好的。我提示你一句，我不能再跟你多讲了。是的。你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朋友，你就知道在白沙还是在丹东那个地方。哦，是的。有一个朋友。OK。知道了吧？啊。女的。东边啊。女的。女的。一时想不起来。一时想不起来啊？要我帮你想吗？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在呀、啊。哦，那不知道。他不敢上台，叫我上台啊。啊，那没有。嗯，那没事，随便搬吧。啊，请问卢台长，我家里的佛台怎样呢？你家里的佛台靠窗户的。对。啊，很好。对。你天天拜佛。对。嗯，家里还蛮漂亮，一个窗户还有点造型，圆圆的，半圆形的。对。鼓掌。对不对啊？对。很好，没问题，你好好的把这些小房子念完，你的儿子一定会进步。我可以告诉你，500张下去了，你的孩子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。对，一点也没有错。鼓掌。请问卢台长，那个小房子那个竞争写什么？
小房子竞争写你儿子的要经者。我儿子的要经者不是你儿子的要经者，你儿子的名字呀。我儿子名字，你儿子叫张三，竞争张三的要经者。好好，明白了吗？好的。连功课方面要，功课方面给他加一个往生咒。往生咒，因为他小时候做过螃蟹，也不知道做过鱼什么的，小时候有沙叶。连大悲咒就是21遍，对吗？心经27遍。本来就是我太太梦见，好像卢台长跟她讲心经要61遍。61遍。对。那就59遍吧。好。好吗？好的。感恩卢台长。谢谢。所以大家要相信台长渡人为什么这么快，很多人要叫人家学佛都这么难，拜佛都这么难，台长直接叫他念经，所以你相信了你就念经了啊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卢金红台长。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。你对着话筒一点啊。我是在1951年属兔子的。51年。我是要看身体健康。我看看啊，51年属兔子的啊，你的腰椎啊，腰很不好啊，腰。听懂了？听懂。你的骨头啊，你的腰椎间盘啊，有点歪啊。有点凸出来，所以你时间坐得久了，你这个腰很酸呐。是啊。是啊。还有啊，你过去没那么胖。是啊。你现在越来越胖，胖的不是脸上，胖的是肚子。是，我在国外回来。他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在国外做工回来。哦，在国外做工回来。也不远，你这个国外很近的。去很多国家了。我想问台长，我的兔子是什么颜色？白的。兔子。白色。白色。以后多穿白色的衣服。多穿白。白衬衫。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吗？好。你这辈子很辛苦。是。你在国外其实也是做得很辛苦的工作，台长就不想讲了，我看到了。我知道。我就告诉你，注意身体，关节不好，不要太卖力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因为你这辈子就是来还债的，你是还你孩子和老公的债的。我还是单身呢。单身嘛，就是还你孩子的债啊。明白了吗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怎样去？你姐姐，你亲戚有一个孩子很喜欢你，你认他做过干孩子吗？没有啊。你有没有一个姐姐哥哥什么，就是他的孩子，你从小很喜欢他的有吗？没有。是一个小男孩。我只是在。有一个我的干女儿，真正的是干女儿。现在蛮大了。就是这个女儿呀。干女儿。长得比你好看一点点，不是很好看。我告诉你，你欠她很多，所以我刚刚看图腾，你命根当中就有孩子。明白了吗？这个干女儿一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可能就没了。不是很小的了。我是收她干女儿是，那时我才50多岁。对呀。50多，她已经都20多岁了。对了，我不是刚才说很大吗？嗯。这个孩子不是太好的。不太好。你好好的，随缘吧。OK， 我知道。好吗？好。你是欠他的。我欠他的了。好了。那么我需要怎样去？帮他念经吧。帮他念什么经？我就告诉你，你这个干女儿感情运不好。感情运不好。嗯。他已结了婚了。我告诉你好吧。啊。
结婚几年啦？有五六年了。夫妻感情非常不好。是啊。对不对？不懂。不懂。所以你们这些不懂，等到你懂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。或者你早一点帮他念经吧。因为他怕我挂失禁啊或者什么，所以他就不讲给你听。啊，不讲给我。他的男的欺负他很厉害的。是啊。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了，我不想多讲了。你因为什么都不懂。帮他念经，念的什么？心经，每天七遍。每天七遍。往生咒27遍。二十七遍。大悲咒3遍。大悲咒3遍。嗯。心经7遍。啊。还有往生。往生咒27遍。27遍。对着嘴巴一点话筒。要不要放生呢？放生无所谓，随缘吧。OK。好吗？好。你自己当心。我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当心。是。你的身体，最主要是心脏。是是。我还有问呢、啊，我家里，我问我的父亲林千善，我忘记他几时过世，但是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还是。姐妹没，你告诉我名字就可以了。OK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林先生。林。谦虚的谦。啊，林谦。三星的三。商量的商。商量的商。啊。林谦商。是你爸爸？是是是。啊，对不起，师父，是善良的善。哦。林谦。哦，你爸爸很好哎。哇，是啊。你爸爸活着的时候经常帮助人家。嗯。而且他很善良。对呀。你爸爸已经在天上了，已经在玉界天了。是啊，谢谢。你爸爸个子蛮高的。啊啊。对不对啊？对。眉毛蛮浓的。是啊。是啊是啊。哎，眉毛两边空得很大。嗯。哎，嘴巴也蛮大。Okay. 嗯，好啦。啊，没什么，谢谢。好啦，在天上了。OK， 拜拜。好啦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。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你抓紧时间吧，卷轮天诸佛菩萨。嗯，台长要多救几个人。感恩善我无我利他的师父卢俊宏台长。我想问70年生的狗，身体状况，有没有灵性？男的女的？女的，我自己。有灵性，很多年了。嗯。你一直有忧郁症。这样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什么都不开心。嗯。嗯，我告诉你，你的感情运会很麻烦的。嗯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不要担，不要想自己的婚姻会很顺利，很不顺利的。嗯、你不停的要还债，而且要念姐姐咒、嗯。好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老公会对你非常不好，你要学会忍耐。好的。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？不在。不在，我告诉你好吧。好的。他外面有人了。嗯。你知道不知道啦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回去不要讲。你知道。知道。嗯。知道也不要讲。忍耐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因为缘分还没有尽、嗯，你跟他的缘分没尽，所以你忍耐。嗯。他不会离开你的。好。明白了吗？谢谢。如果缘分尽了，那就没戏唱了。嗯。好啦。好的。师父，我还想问一下，那。66年的马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想问什么？问他的身体状况。是你爸爸？不是，就是我丈夫。你丈夫啊？嗯。66年的马。嗯。我告诉你，他肺不好。知道，知道，知道吗？刚刚医院帮他去查过。看见了吗？
刚刚一月份查过。我告诉你，你丈夫还有个毛病，小便多，前列腺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因为他抽烟很厉害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的肺非常不好，他会得癌症的。所以你现在不要对他就是太严格了，只能随缘吧。好的。你要是念经的嘴巴经常骂他，背后经常诅咒他，他说不定哪一天就跟你 goodbye 了。嗯，明白了吗？那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我要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他有灵性。嗯。你怎么不知道啊？哎，他过去有个女朋友跟他关系很好的，后来走掉了。这个我就不知道，有可能在你结婚之前吧，我只能这么讲。嗯，有可能。他放不下。嗯。你没发现过啊？没有，有听他的同事说过，好像是在他大学期间。所以有时候我给人家看图腾，人家不愿意讲，说没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我看了清清楚楚，他说没有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嗯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要给他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给他念83章。哦，好吗？还有放多少条鱼？鱼要放2300条。2300条。啊，好的。小房子要好好给他念。可以，可以。好吗？可以。你好好帮他念吧，他很凶，你也要帮他念。嗯，好的。因为你上辈子欠他的。好的，好的。你上辈子是欺负他，所以他这辈子就欺负你。嗯。他什么都看不惯你。嗯，你对他再好，他现在也嫌弃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学会忍耐。好的。台长今天刚刚上面前面开始开示的时候讲什么？一个人能成功，婚姻成功靠忍耐，事业成功靠忍耐，不管学佛成功也是靠忍耐。对。师父啊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刚才70年的狗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70年的狗啊，哎，240张。啊，放多少条鱼？一直放。好的，谢谢师父。好吗？嗯，我还想问一下师父啊，那个我像是佛台，你帮我看一下。你们家里？对，我自己家里。你让我看看啊。好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70年属狗的。哦，你家不在新加坡吗？在，好像在。很远，在中国。对，我在中国，浙江。你们家是高楼？对对对，哎，是高楼。房子不大。嗯，一般般吧。让我走进去看看啊。好。哎呦，你家里弄得蛮乱的，沙发也很乱。嗯，这几天因为我不在嘛。啊。你进客厅。嗯。找右手放。嗯。右手窗户的边上，嗯，不是有一个沙发吗？对对对，我那里已经把沙发往那边移，嗯，边上设个佛台就好了。好好好好，我们的同学已经帮我来看过，我已经请了。看见吗？嗯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家看到了吧？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谢谢师父。所以你们要想跟观世音菩萨讲话，眼睛一闭，心一静，菩萨就知道你们了。所以这就是证明，一个人只要心想到哪里，你就能够知道在哪里。大家好好的想着佛，佛就在你心中了。好，谢谢师父。师父啊，我有点贪，我想帮我的好朋友同修问一下，他的女儿2007年生的，属猪。只能问一个问题了啊，一般只能问两个人。就一个，他的身体状况。几几年呢？2007年属猪。哦，他先天性的毛病。嗯。脑子跟血液都有问题。嗯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啊，脖子颈椎这里啊，嗯，有一个灵性。嗯。一个小鬼，所以整天让他动。
哦，这样子。坐不动，站不稳，坐不稳的。你要叫他念经，叫他妈妈给他念经。那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要帮他念多少张小房子？430张。哦，还要放多少条鱼？1200条。1200条。好了，谢谢师父，师父你辛苦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我这个图腾号是一位我不认识的师兄送给我的。哦。请师父帮我看一下，79年属羊的，身体。你自己是吧？是的。那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腰啊，腰这里啊，出问题了。膝盖关节经络不通。是的，我是类风湿，然后还有骨头坏死，很严重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你的两个腿其实都能动的，不是不能动。是的，我架双拐可以走，在家里可以走，就是疼，然后你的腿但是抬不高。对，只能抬一点点。对，抬不了。台长可以让你抬得很高，你要愿意不愿意试一下？愿意。你先不要讲话，台长跟你治一下啊。好的。你热了你自己就讲啊。好，现在你的腰部这里已经热了，热不热？右腰。是的。现在我把它往下移，你感觉啊，到大腿、关节、小腿。现在这里都有点热了。好，现在你试着抬着右腿一点点开始，好吗？抬，好，再抬起一点点啊！1、2、3，这么长时间大家看见吗？你问他边上那个人，平时有抬得这么高吗？有这么长时间吗？没有这么长时间。自己回答。就疼的时候不行。看见了吗？放下。好，再抬一次啊！1、2、3。好，放下。我帮你讲。如果你把身上这个灵性请走，你的两条腿一定能走路。感恩师父。这个灵性曾经在晚上到过你的梦里，你自己回忆看，有没有一个灵性你不认识的，你害怕得不得了，在逃，做噩梦一样。我有一次梦到一个50-60岁的老头，就站在我床边上，就是他，夜里都喊醒了，家里人都听见我在喊，然后他走了。现在知道了吗？这叫鬼压身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这个50-60岁老头，我告诉你，站在你边上还动手动脚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看见他了，他说你欠他很多上辈子的感情，你现在赶紧把他念掉，否则你两个腿动不了。一共要给他念180张。好的，那我是写我自己药经者还是？对，写你自己药经者，等到你念完之后
我会叫他开开心心的来看你。好的，好吧，师父。180张，念掉，保证你两个腿就松了，慢慢就要锻炼走路，很快就好了。好的。好了。嗯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请您帮我看一下我图腾颜色。属什么？属羊的。属什么？79年属羊的。79年的羊。79年。嗯。哦，你白羊。那我应该都做成白色是吧？嗯。哦，你很可怜哦。哦，你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有很多感情问题。知道吗？很活跃，很能干，能烧饭，能做很多事情。我看你这个羊啊，哎呦，整天往前跑，但是都是一个人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所以你这个人会东跑西窜的，过去身体好的时候东跑跑西跑跑，不稳定的工作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明白。好了，知道嘛就好了。师父，我功课，我现在大悲咒49，心经21，礼佛3遍，还消灾49，基本上是这样，还往生咒49。没什么问题，念下去吧，好吗？好的。吃点钙片，你跟医生查一下，你缺钙，缺得很厉害。你现在要记住，你的腰很不好。是的，腰椎侧弯。你看我跑上来就说他腰不好，他不讲。现在我跟他说腰不好，他说是的，那是什么办法？是的，谢谢师父。还要注意一点，脖子，这个灵性经常弄你的脖子。我全身关节都不好。看见了吧？好了。请您帮我看一下家里佛台。兔子是吧？不是，79年的羊。哦，佛台挺好，蛮好。师父，我家里的佛台吧，我这回准备重新装修，您看放在家里哪个方向比较合适？你家里必须供观地菩萨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观地菩萨已经到你家来护法好几次了。感恩，感恩。嗯。他有一次自己痛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他叫菩萨来，叫观世音菩萨，结果观地菩萨到他家来了。哦。嗯。感恩，感恩。好了。啊，师父，你也看一个亡人，子小孙，孙悟空的孙，有没有的有。为人民服务的为，孙有为，97年去世的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眼睛不大。对。现在猜在哪个方向？嗯。你帮他念了很多小房子吧？对。他已经到阿修罗了。感恩，感恩，感恩，那是我的公公，特别好。感恩，感恩。你的公公。对。特别好。啊，还需要给他念小房子吗？他是谁啊？他是你的谁啊？这是我的闺女。啊，你的闺女啊。你的公公最好你再帮他念点小房子吧。哎，念多少张？280。好，好，好。念完之后，可能会到御界天。好，你公公人挺好。活着时就特别好。还喜欢中国的文化。对对 对, 对。写书法啦。对，特慈善、公公婆婆都特别好。明白了吗？对对对对。你公公还喜欢养花。对对对对。鼓掌。好了，你叫你闺女要好好的修。你闺女做了一件不是太好的事情，
就是很小的时候你大概带他到庙里去拜佛，哦，他心里也不知道嘴巴里讲了对菩萨不好的话，哦，现在护法神告诉我他是这个问题，哦，听得懂吗？哦，你小时候带他到庙里去，哦，他心里想不好的事情，哦，那个可能那会儿太小吧，明白了吗？对对对，他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？好好放了，哦，3000。哦，因为他属于残疾人，他特别想帮助大伙儿。现在他先把自己帮助好。对对对，没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先帮助自己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好吧。好好好，好了。感恩感恩感恩，师父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没什么注意，好好的念礼佛。好的。你很多毛病，听不懂啊？听得懂。好了，再见。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大家知道吗？你们台长教你们，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求的时候，先要看着观世音菩萨，看一会儿，头低下来，脑子里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形象。举个简单例子告诉你们，你们对着灯光看一会儿，你们眼睛闭起来，是不是眼睛里边都是灯光啊？所以你们对着观世音菩萨看的时候，仔细看。观世音菩萨进入你的脑海里，你眼睛一闭都是菩萨在你的心里，这样求就非常的灵，叫有求必应，明白吗？请讲。感恩台长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我们是去年澳门法会后台跟台长碰面的双胞胎，我们爸爸庞大的庞，智慧的智，强大的强，走了，去世年份是2016年3月2日。你能帮我们看一看他在哪儿吗？你帮他念经了吗？我们没有。妈妈帮他念经不啦？念了。庞智什么？智强。庞智强啊。啊，你爸爸是突发事件，走的时候很痛苦。嗯，对，对的。对不对啦？对。志强，彭志强，彭志强。嗯。哎，恭喜你啦！你们爸爸已经在御界天了。谢谢，谢谢台长，谢谢观世音菩萨。他说：“我现在为了让孩子相信，我告诉你们两个小孩子，现在你爸爸告诉我说，你们两个人身上有一个人双胞胎，有一个小孩子身上有一颗很大的痣，哪一个啊？”我，鼓掌。现在你相信了吗？相信。相信嘛就好了。你们要学会念经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们要做好孩子啊。好。好吗？好。啊。就帮妈妈也看一个图腾，行吗？他是66年的马，他生我们的时候脸瘫10年，现在已经好多了，还需要几张小房子。几几年的？66年。属什么？马。啊，你妈妈家里有杀业，就是你的外公啊，家里啊。对，看见吗？你们不鼓掌，我看不动了。谢谢你们，感恩你们。救人要快快乐乐，学佛要开开心心，修心要破迷开悟。学佛并不是苦修。如果你学佛越学越难过，你就要好好的考量，
你越学越痛苦，一定是走偏了。学佛要法喜充满。需要多少小房子？你妈妈是吧？嗯。你妈妈要280张。谢谢。你好好的帮你妈妈，叫你妈妈现在吃全素。她已经吃全素了。你们两个呢？半素。半素。什么叫半素啊？初一十五吃素。你知道吗？我问你啊，鸡的爪子像不像小孩子的手啊？像。你吃小孩子的手啊？我问你啊，肉吃到肚子里会粘在你的肠子里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知道。慢慢的烂肠子，懂吗？懂。你们这么小，肠子就不干净啊？你知道你吃什么身上就有什么味道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吃臭的洋葱大蒜，你身上就会洋葱大蒜的味道，对不对啊？那你吃臭的肉不放在冰箱马上就臭掉，你说你会不会身上发臭啊？会。那你为什么不吃素啊？吃素多好啊。知道了。听爷爷的话，今天就许愿，两个一起吃素，妈妈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你们愿意不愿意吃素来让你妈妈身体好啊？愿意。愿意。好，台长又度了两个。我们想分享一下。你对着话筒一点。我们想要分享一下。讲吧。感谢吴家燕师兄把我们送进少体校，同时也感谢很多同修一直在帮助我们。最后请台长加持我们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谢谢。台长已经加持你们了，不加持了，不加持话都讲不清楚，不加持现在会想到吃素的。好了，三个吃素的下去了。我告诉你，学佛首先的基础，尽量吃素，因为这是培养人的基础的慈悲心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师父卢金宏台长，请师父看一个男孩，2013年属蛇的。你能讲话讲得响一点吗？请师父看一个男孩，2013年属蛇。看什么？身体啊。身体。哎呦。怎么有点偏瘫呢？哎呦，他血液有问题啊。血液。嗯，骨头不好啊。骨头。骨头啊。大脑也有问题。这里啊，后面那根脊柱啊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身上有个灵性，经常半夜里会叫。是的。对不对啦？对。对，讲话这么轻的，真一点劲儿都没有。需要几张小房子？啊？需要几张小房子？他有的动了，要930张。那半生呢？放生是吧？放生要2000条鱼。好的。好吗？好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的孩子啊？不是。人家的是吧？我堂妹的孩子。嗯。你要叫他当心啊，他有一次差点走掉。是的。是。是。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啦，请师父看我1979年属羊，
身上有没有灵性？你身上有一个灵性，这个灵性让你好害怕，小声怕怕，你看什么事情都很害怕，你的肠胃不好。是的。是的。我告诉你呀，你很怕晚上一个人，很孤独。你喜欢看电脑，不停地看，不喜欢跟人家交往。你有一点轻度的自闭症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应该走出来，多做功德，多做义工，让自己的心灵受到更多的洗涤，而且把小房子，把身上这个灵性念掉，你就会越来越好。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身上是一个男的灵性，整天来搞你的思维，所以你脑子很乱，思想不容易集中，对不对呀？对。需要几张小房子？小房子慢慢念，先念180张。好的。好吧。好。我已经念了200多张。我叫你再念180张。好的。那放生呢？放生一直放，每一次放个10几条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你气量很小，不舍得花钱，所以台长不能说你放很多声，你就十几条放吧，但是不要放这么小的，放大一点的。好的。台长讲的对不啦？对了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谈过个女朋友，小气的不得了，所以人家不要你了。你以后大方一点会不会啦？好的。请师傅看一个亡人，徐玉春。徐玉春。嗯。双人徐。是的。玉是什么玉啊？玉佩，春天的。徐玉春，女的是吧？不是，是男的，我爸爸。什么时候走的？2015年。2015年徐玉春，2015年徐玉春。哎呦。我们今天都跑到阿修罗道去了。谢谢师父。你给他念小房子了？有了100多张。对，他现在在阿修罗道。谢谢师父。我告诉你一句话好吧，你不要不开心。好的。你爸爸气量比你大。好的。因为你爸爸怕老婆，听你妈妈的话。是的。好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嗯。感恩观音，感恩卢台长，感恩同修让我这个机会，请台长先看这位同修的问题。1969年属鸡。1969年属鸡的。对。刚才嘛一个讲得太轻，这个嘛又讲得太响。1969年属鸡的，想看什么？打胎的孩子超度了吗？打胎的孩子超度走了。很好。 OK， 可以随缘怀孕吗？你想怀孕啊？不是，这位同修。好，这位同修啊，就是打胎过，他打胎了2次，他身上还有一个灵性。嗯，需要多少小房子？43张。嗯，放生多少？他现在生不出来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嗯，是他的问题，
他的左面的输卵管堵塞。你去问问他。好的。他知道，查出来了。好吗？好的。你叫他念经，把小孩子超度走之后，过半年再试试看。好的。好了。接下来，请你帮我看我的父亲林文言，88年去世的。林文。远。远远的远啊。对。林文远。哦，你爸爸个子也不高哎。你爸爸头也不大，你的头还比他大一点呢。出个小平头。对。对不对呀？呀，对。你看看现在这些过世的亡人，就享你们小辈的福了。我告诉你呀，你念经很好，你讲话结结巴巴，念经很快。你把你爸爸已经送到欲界天了。感恩菩萨。所以菩萨保佑，如果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学佛念经了，以后死掉了都不要怕了，有人帮我们超度了。你念几句经给大家听听，你看你话都讲不清楚，你念几句经你看看快不快，念快一点。心经啊。心经。随便你。波罗波罗蜜多心，观自在菩萨。你这么念的？你平时这么念的？不给。你就这么把你爸爸抄上去的？很紧张。很紧张，随缘放松念，一念就出来了。心经从心里念出来，所以台长告诉你们，念经念经。就是念你一个心，如果你的心在念了，你就叫念经。今天用我的心在做事情，就是一个念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好了。好了，感恩台长。感恩您，恳切您。救救我的女儿！你对着嘴巴讲话筒。感恩师父您，恳求您救救我的女儿。她是83年9月30日出生，十几年搞得我苦不堪言。救救，求您救救她。我是2012年11月份修心灵法门的，13年。你现在不要多讲了，你直接告诉我他毛病在哪里，我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鬼。他一天就是自言自语的。啊，知道了。几几年属什么？83年9月30日。啊，这个灵性是一个老灵性，他现在附在你女儿身上，经常讲一些话，就是他自己的经历，这个鬼的经历，你听得懂吗？啊，听得懂。好，我告诉你好吧，现在他直接跟我讲，问你要380张小房子，你愿意不愿意替他还？我非常愿意，我就是问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放多少条鱼，现在的比例是多少？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，320张小房子。放生要放1300条鱼。他身上有几个灵性？两个。部位在哪里？部位在他的腰上，还有一个站在他的脖子上。所以你的女儿整天在动，人定不下来，听得懂了吗？他一天不说话，自言自语。自言自语说出来的话就是那个灵性的话，听得懂吗？恳求师父仔细看看，问题出在我还是他爸身上。啊，我家四口人，我儿子还有他本人都修台长的心灵法门，就他爸爸不修。师父，我告诉你好吧，我又该怎么办？谢谢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另外师父给他安排一下功课，大悲咒、心经、
瓦神咒、礼佛各多少遍？你听我讲还是我听你讲？你听我讲啊。我听师父的。你有掉过孩子？是的。鼓掌。你有一个孩子在你女儿的身上，你的老公曾经年轻的时候钓过鱼杀过生，他没有。有，在跟你，他年轻的时候有抓过螃蟹，你去问他。现在我看见很多螃蟹在你女儿身上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你赶快帮他每天念四十九遍往生咒，大悲咒每天念十七遍，心经念四十九遍，然后小房子要一直念到它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好的，你只要念到八十五章之后，你的女儿就不会自言自语了，一定会慢慢的好起来了。谢谢师父。等到我明年再来的时候，她就一定好起来了。感恩师父。谢谢师父。好了，下去了啊，听台长话啊，谢谢大家，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记住了，做人像菩萨，你才能成菩萨。学佛人就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在人间不计较任何个人的得失，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，我们就拥有了菩萨在心中。所以我们要有境界，在人间忘记一切烦恼，才能享受明天的光明。今天跟新加坡所有的佛友们、朋友们结了一个善缘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，好好念经。台长以后还会再看你们的。再一次感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和龙天护法诸位菩萨的护持，也感谢法师们的护持，感谢所有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，更感谢我们今天所有佛友们得到的祈福的加持。大家一个星期当中一定会有不同程度的启示发生，好好的学佛。今天来的菩萨我都不能数了，希望大家好好学佛。现在每个人都得到加持，你们每个人身上都很热，大家说热不热啊？好了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好学佛那是我们做人唯一的道路。因为我们虽然在人间，但是我们照样可以脱离人间的六道，因为我们的境界在菩萨。我们虽然在人间，那就是一个人间菩萨。最后，希望大家都成为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，去度更多的有缘众生，让这个世界到处呈现出佛的净土世界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
感谢大家参加本次2017年新加坡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，本次法会圆满结束，祝大家法喜充满。